主，如今十一这么厉害，怎么还要去看眉庄小主啊？皇上下旨赴了惠贵人，想必是惠贵人病得不轻。不过你放心，外头有侍卫拦着，咱们也进不去，在外头问候一声就是了。是。安常在王安。夏公公好，我来瞧瞧惠贵人。太医在里面正忙着，小主不便进去，何况食疫这东西不好沾染，小主还是远着些吧。劳烦公公转告一声，我来看过惠贵人了。奴才一定转告。对了，皇上怎么突然想起来恢复惠贵人的位分呢？婉贵人没和小主说吗？抓到害惠贵人的刘本了。真的？小主不信奴才那就算了。你是御前的人，哪有不信你的道理？只是这消息来得太突然，实在是意外之喜呢。小主信奴才就对了，抓到刘本，可有人要倒大霉了。是谁？这个不能说，说出来闹起来不好。